你小时候肯定玩过这个，把炮扔进瓶子里炸着玩。如今这伙人长大了，就要玩点更硬核的，把手雷放进保险柜里，看能不能把保险柜炸破。这是一枚 M67 式手雷，经常吃鸡的你肯定见过，这个威力比火柴炮大多了。但有个问题，放炮的时候你把炮扔进瓶子里就可以跑，但手雷的话，你扔进保险柜再跑多少有点危险，所以必须想个办法把手雷在保险柜里固定住，然后在外面引爆。把手雷用胶带绑在空心砖上，然后用毛线绑在保险上，再把保险柜关上，在远处拉动绳子就可以完成起爆。下面看看效果。怎么样，这个比放炮好玩多了吧？坚固的保险箱在军用武器面前也是不堪一击的，被炸得四分五裂，唯一完整的也就是保险柜的门了，可能因为门比较坚固吧。